父皇，父皇，你用过膳了吗？陪韵儿玩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韵儿，你先去玩吧。哦。千寻，你们都下去吧。陛下，今日朝上，宇文护还是那个样子啊。他哪日不是那个样子？他只会一日更甚一日的专横跋扈。如今八柱国形同虚设，朕这个皇帝形同虚设，全天下都握在他宇文护手里。朕这个皇帝就是个傀儡摆设呀！陛下，此话切勿乱说。你也来教训朕？朕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如今，朕终于尝到了先皇的痛苦，真是要把人生生逼疯啊！登基前，我找宇文护时，便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我以为我能忍，可我还是忍不了，我真的是忍不了。陛下，臣妾只是心疼您啊，自从登基为帝后，您愈发心烦意乱，尤其是每日上朝归来便暴躁不已，臣妾看着揪心啊。朕倒是不想发火，却总是忍不住，委屈你了。你莫管我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陛下，臣妾是您的妻子，您冲臣妾发火，是将我当做您最亲近的人，臣妾不觉得委屈。只是陛下，您想让宇文护一直专横下去吗？不这样，又能如何？当初先皇差点便将宇文护打垮，只是因他一时心软，才让宇文护反败为胜。先皇可以，你一定也可以。我相信陛下，您绝不是听之任之之人。陛下，臣妾自身力薄，但若您需要，或许可让我傅寒帮忙啊。你傅寒，北国连年干旱，自顾不暇，他如何帮我呀？总会有办法的，您莫急，我们再想想。